现在我来说一段相声。这个相声两个人说呀，就叫对口相声；一个人呢，就叫单口相声。它是结合不下雨，百里不同风。你要到了南方啊，我们这就不叫相声啊，叫什么唱滑稽的。我在南方待了十几年，你看这个南方话我一句也没学会，也大致是笨一点啊，啊，也不太用心。反正明白他这意思，我要是说这个按着这个南方话呀说北方字儿，我倒说得上来啊。你明白这个说话呀，到了上海呀，这个说呀叫港，港就是说啊，说话就是港矮物，港矮物就是说话啊。这个有好些个名不一样，你明白我这名字，拿我这名字来说，我叫刘宝瑞，宝瑞。你要到这个南京上海啊，那次不念瑞，念税，叫宝税，不叫宝瑞，叫宝税啊。要怎么我到南方，我爱困呢，宝税吃饱了就想睡，那受得了吗？那不一样吗？你要到了这个北方啊，做买卖，买卖；到南方啊，不叫买卖，叫做生意。生意，要是北方说这生意啊，不是做买卖，北方说这生意啊，骗人者叫生意。怎么叫骗人呢？你比如说呀，他这把扇子2毛钱的本钱，他卖20块，有人买吗？骗人呢？也有人买，他有一套办法，有一套话，说的人相信他这东西怎么怎么好，2毛卖20，这叫生意。北方，南方不是，南方普通做买卖也叫生意。说北方那个生意，他骗人有吗？在我小时候，过去旧社会多得很，啊，有吗？真有这个，2毛钱能卖20，什么呀？卖假人参的。我小时候就有啊，马路边上拿着一封信，我打关外来，我找我舅舅来了，我舅舅不在了，死了，我也回不去了，这儿有一封信，打关外来，我关外带了一个人参，这颗人参呢，好，这么大一只人参啊，六个叶儿，人参王，够个路费就行，20块钱，你买了上当了，2毛钱的本儿。怎么2毛钱本儿？它得是人参呢，红萝卜跟香菜根做的，骗了人了。哎，这叫生意。还有那个过去那个卖老鼠药的，那骗人啊，打着个旗儿提了这一大串死耗子，那大串死耗子不是吃他那药吃死的，他不定哪儿学嘛的呢，土筐里捡的，都穿在一块了啊，拿着这么一个旗儿，哎，耗子大搬家，耗子大搬家，耗子大搬家，老鼠搬家，老鼠搬家，一大字一包，那当时还花童子呢，一大字一包，你买了，这个管用吗？当然管用了，耗子大搬家，你买吧，今儿买了明儿就搬，人家就买了，不买还好，一买啊，这天晚上耗子更多了，根本它不是药嘛，黄土，你琢磨琢磨，那还不更招耗子更多了。明儿个他就不敢上这门口去了，明儿他还去还在那儿吆喝，耗子大搬家，耗子大搬家。你要一问他，哎，我买了你的耗子药了，耗子大搬家，怎么不搬呢？越搬越多吗？啊，是啊，我卖的就是耗子大搬家的药，你卖耗子大搬家怎么不管用？我们这耗子更多了，你没听明白吗？耗子大搬家吗？不定哪儿搬到哪儿去呢，这也许打别处又搬来的啊，越搬越多呀，这是冤人。过去啊，连这个一补星象皆在其内，补星象这是算卦相面的，说这一这个一也在生意之内吗？
我说呀，不是现在，过去的那种庸医，传针方啊，卖野药的那个，那是生意，他骗人。他跟这个那种这个卖野药的，跟这个卖臭虫药的、卖虎骨的没有什么分别。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，可不是现在了啊。在这个清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卖野药的，竟敢庙会，人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，教了三年，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。怎么？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、啊！他教这徒弟什么？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，他没办法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不教能耐本事，雷公药性赋啊、本草啊、汤头歌呀、啊，根本他全不会，都没念过，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？江湖上啊，术语，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，行话吊坎儿。徒弟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，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。一个小徒弟，小孩才11岁，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，要跟他学徒。老师你说呗，你听着啊，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，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。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，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，这可不叫钱，叫锄头子。这个锄头子就是钱，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，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，没钱呢就叫念锄。吃饭不叫吃饭，叫俺跟。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，叫嚷了，懂吗？说话不叫说话，叫团刚。不让你说了叫念着，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，记住了吧？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他就教孩子这个，这孩子没法子。慢慢跟他学吧，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，就学。哎，也别说，学着学着用上了。怎么用上了？爷儿俩住在店里头，有这么几天呢，连阴雨下了三四天没出店，没钱了，挨了饿了，在店里饿了三天。到了第四天天晴了，徒弟走呗，咱们这个外头做生意啊，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，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，就这么句话。背着药箱子，这么一个小药箱子，本来这孩子就饿了三天了，11岁，饿得直打晃，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，那玩意儿受得了吗？走吧，强扎正出了店房，走了几步啊，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。师傅，我嚷了，嚷了就是饿了。他一看，念着，念着就是别说，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。小孩子也不敢说了，要走，走了几步，这孩子他还是饿呀。师傅，我还是嚷，还是念着。那意思你还是别说，说也没用。哎，还念呢，要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这孩子走到十字路口，走实在走不动了。师傅，我实在是嚷了，念住。师傅，我念不住啊，我实在嚷。别忙，这不得做买卖吗？锄头子下来好安根，等着。哦，他把他这个串铃拿过来了，就是这么俩铁环，手腕子上套着摇晃，哗楞哗楞一摇晃，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红白力气都知啊，哗楞哗楞，扎针放送不开房子不要钱。您听这话就生意骗人，扎针放送开房子不要钱，你指着什么吃啊？哎，他就这么摇晃。哎，
咱们宫出了一老太太。哎，先生，我有个小孙子，他起了风了，您看能治吗？徒弟，行了，锄头子快下来了，马上俺跟。告诉这徒弟，你沉住气，这买卖开张了，回头咱们吃饭。老太太，小孩子起风了，咱拿手的。啊，您拿手的好，您请进来吧。领进来了，到屋里一看，炕上躺着一个小孩，十个月，这小孩起风了，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，这个病治垂尾，不能治就完了，就得等死了。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，准知道不能治，人家就不治了。他不是，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。一看这小孩子，先吹通大话，老太太跟您老说，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，遇见我呀算好了。为什么这么样说呢？这叫胆打无命鸟，病治有缘人。嘿，我跟这孩子有缘，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。人说有缘人呢，你得知道他这病缘，你好下药。他说有缘分，我跟这孩子有缘，能治。能治，请您给治一治吧，救一救吧。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，这个病这么厉害，吃药是不行啊，吃少了不管用，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。那怎么治啊？你别着急，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，一针包好。哦，一针包好，那好，那您给扎一针吧，10块钱。十块，我们给呀、啊，拿钱吧。您先给治啊，先给扎呀、啊，不行啊，这先前后酒，扎完了我就走。啊，扎完了就走不行，你得保好。那当然保好了。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，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，往起一带，徒弟，马上咱就俺跟去，说马上就吃饭，有了钱了。小箱子拿过来，小药箱子搬过来，他拿过一包来，这包有这么长，打来打去往外一拿，这针有这么长。倒是有这种过梁针，他这哪是过梁针呢？半截自行车条，磨得锃光瓦亮。老太太瞧，哟，先生您那针怎么这么长啊？别害怕，这叫过梁针，你哪懂哎？这有穴道有针眼，这能胡扎呀？老太太一想，对，有穴道有针眼，那么瞧着吧。他拿这个也不知道哪儿找针眼去，也不懂穴道啊，一扎扎进一半去，这针刚往下一扎，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，哎，也真对得起他，马上这针扎下去，这孩子就不抽了，是不抽了，死了，那还抽什么呀？一翻白眼儿，完了。他也瞧出来了，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。老太太，这针扎上了，星星针得缓一缓，不缓是办不到了，缓缓吧。徒弟，撬呗。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，撬吧，撬就是跑吧。可是他也糊涂啊，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，你净教他安根呐、杵头子呀，净教这个了，你没教他这句，这孩子当然不懂了、孩子还站那儿不动，怎么回事？教啊，这孩子还是不懂，还站那儿愣着，怎么教啊？师父，什么叫翘哎？
还怎么了？跑啊！他一着急，他嚷嚷出来了。这孩子这才懂，孩子往上一跑，他也一提了小药箱子往外跑。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，嚷嚷出来，那能让你跑吗？别跑了，等一会儿吧。过来一撩这小夹背，一摸这孩子，冰凉梆硬，死了。那能让他走？打官司吗？到县衙门激动堂鼓，打官司了。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，哎，老太太，您这个啊，小孙子太可怜了，这个卖野药的真混账，你把人孩子扎死了啊？好嘛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们这儿这知县县官是新生来的，他是最恨这种庸医杀人。嘿，就你这个不客气，抵偿对命。别看你那么大岁数，给这孩子抵偿，不单你抵偿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我的小徒弟，好嘛，连他也活不了。这孩子招谁惹谁了？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，哎，二位大爷，你救救命啊！我跟那小什么也没小啊，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，我就知道嚷了念着，死乞白赖这么一哭。二把头说：“不，用医杀人活不了。”这家伙卖野药的，赶紧把这二把头叫到一边。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，得了，二位老爷，您弄这10块钱呢？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，他就敢给这官人，给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，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俩吧！不是冲着你，非让你抵偿对命，看你们那小徒弟怪可怜的，哪是看这小徒弟，他看这10块钱了他。告诉你，你要上堂回话，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，一命抵一命，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，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，你啊，我给你编一套假话，你上堂这么说，就去把你放了。好，我谢谢你了吧。到了，谢了。老太太那儿不饶啊，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，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还打堂鼓。哎，奶奶您别打堂，这就升堂，回禀县体，这个知县新生来的，是恨用医杀人，即刻升堂。三班衙役两旁一展，升堂喽！威武大圆盖，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。老爷，我冤枉！您看我这小孙子，10个月起了风了。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，让他给治。他说吃药不行，扎针10块钱一针，一针保好。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。您看这针，往外这么一滴了，知县一瞧，嚯，这么长，呵，这个东西太可恨了。来呀、啊，把卖野药的带上堂来。卖药上来了，往这一跪。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？治死多少人了？老爷，我冤枉，我不是卖野药的。这刚才啊，俩班头教他那套话。你不是卖野药，你干嘛的？我是教书的先生。教书的先生，你干嘛给人扎针呢？因为我教书啊，我也看过这个医书，我也懂一点儿。懂一点呢，有人呢，有点小三胆的病，我就给治治，我也不要钱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孩子呀，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，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，他哥哥说呀，他奶奶呀，把我请了去给看看。我到那儿一看，这孩子也不能治了，我就说别治了，治不了了。这老太太说的，死马当活马治，好了也不洗，不好也不恼，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。我不扎他也得死啊，老爷，你了多原谅吧。这他话说的蛮好，知县信不信？不信。灵音茶里见貌变色，那个做官的他看得出来，瞪着眼一瞧，不对，你说你这个不是卖野药的，你要教书的先生应当是满脸的书气呀、啊。一看这个好晒得去黑，就是这个串胡同卖野药的要说这种瞎话。
啊，你是教书的先生啊？对了，我是教书的。那好，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，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，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，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，你给他抵偿对命。你老爷，你说说试试呗。怎么还试试？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。知县说，你听这上联。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，买了一匹黑缎子，就以这个为题。厅长说，一匹天青缎。哦，一匹天青缎，一匹天青缎，一匹天青缎，他也对不上，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。一匹天青，一匹天青缎，五个字儿。哎，老爷，我对上下联了。说，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。知县一听，好啊，对字对字，上下连字得对着，一匹对六味，天青地黄断丸，好，好可是好啊，他不是卖野药的，他干嘛对药丸子呀？纳闷儿，本县我这还有一个上联，对上下联我放你。好，老爷你来说呗，听着。升堂鼓，左五右六。升堂鼓，左五右六。哦，啊，我今天来对锦上寒，引起阳吧。又对上了，哎，升堂鼓，锦上寒。左五右六，阴七阳八，好，好是好，这还是治病啊，这还是。本县我这还一上联，听着，说新官到任，上打一把红罗伞，哈，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，下用两副无几丸。知县一听，怎么又一丸子药啊？怎么，啊？不对，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，怎么竟对药丸子呀？知县生气了，一拍这惊堂木，胡说，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。这一说胡说，他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，他也给对下联。知县说，胡说啊，脑汗，放屁，下寒，快滚出去啊！你另请高明啊！另请高明，你还是卖野药的，老爷，你的圣明，我不卖，我吃嘛呀？他说出来了，他。知县一听，那没客气，抵偿对命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这老爷不讲理的，老爷，怎么？你不是说吗？对上下联，你就把我放喽。三个下联都对上了，你不放，你这什么老爷呀？这说什么老爷？嗯，知县一听，对呀，人已经对上下联了。好好好，下联虽然对上了，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，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。这个呢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。来呀，就叫张头李头，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。啊，把这个全县游到了，诸出境外，驱逐出境，算完，去吧。这个游街损了，穿着大坎肩儿，背着这孩子，死孩子，这还不算，手里敲着小铜锣，还得吆喝，哐哐，众位乡里乡亲呐，要找人治病，别找我呀。我把人孩子给扎死了，哐哐！大家瞧啊，这么大的针呢，还得拿着针，哐哐！就这样，出这县衙门，走了几步，缺了，缺德！他不背着这死孩子，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
让他背着这死孩子。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三天了，那玩意儿哪受得了，走路直打晃啊，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，师傅我嚷了。你还嚷啊？啊，我这都把人扎死了你还嚷啊？锄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？念着师傅，我跟你消徒，我就消念着呀。我这么一哭一矫情，二百头一听了，哎，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，就跟这老太太说，说老太太，这个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这小孩已经死了，再让这么这大热子天背着游街呀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这个呢，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，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。老太太一听也对，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。二百头啊，冲你这小徒弟，要不然呢，非让您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，赶紧的出这县境外啊！听见没有？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！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，他走不出去啊。走着走着，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。让了不要紧，等着我吆喝吆喝，锄头子下来咱俺跟。哗楞哗楞，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，他又来了，他又嚷嚷上了。走之啊，扎针放松，开房子不要钱，嚯，还这套。哎，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，一条大街，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，他这一吆喝，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，走之啊，那掌柜的出来了。哎，先生，我问您，您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，能治吗？那时候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，遇见我算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胆大无命鸟，病治有缘人，我跟他有缘呢。有缘呢，您给治治，治是治啊，可这么一说呀，吃药办不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，是一针包好。哦，一针包好，那您给扎一针吧。扎一针呢100块钱。哟，怎么那么贵啊？哎，你看一针包好，一针包好，好，那您扎吧，我们给给呀、啊、拿来，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，扎完就走，您得包好。那当然了，好，我给您拿去。哪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。哎，徒弟，锄头子又下来了，又下来了，他得下得来呀、啊。锄头子又下来了，箱子拿过来。小徒弟一撅嘴，你自己拿呗，你这孩子你不敢跟呢。拿过来，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。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，这大针。先生，那怎么那么大针？这能胡扎呀？有穴道的。说着话，一撩衣服，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。他刚要往下扎，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，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。师傅，你别扎呀，这个太胖，我可背不动了。